布丁好不好吃？妈妈做的布丁好不好吃？妮妮，你说你要好吃要说什么？谢谢。好吃要说谢谢，不是啊？你不是要说 yummy？ yummy。对。哎，你说布丁好吃？好吃哎。妮妮，你说布丁好吃。哎，你这个底下这个怎么会是狗水水的？好不好？可是我煮出来是整个零零固很稠，我想说，我好像那边不晓得会变成怎样哎。超级好吃的、啊，天哪！哦，难怪它倒扣的时候没有会有汁流下来。可是你这样不用倒扣，这样子就超好吃的。嗯。你好不好吃？好吃啊！你都不给爸爸吃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个玻璃的，哎，要让它到哪？不会丢。现在有人介绍自己的朋友叫好兄弟，关窗的好兄弟。这里关窗的那一位来到现场，接下来，妮妮，你今天有吃什么？哦，你放在桌子上面吃，放在桌子上面吃。对对，你今天有吃杯子蛋糕，巧克力的杯子蛋糕跟布丁，对不对？你再做一次 ，yummy。yummy。好棒。啊，脚脚在这里。脚脚在那里哟、哦。脚脚哦，脚脚在那里。好了，你不要搞爆笑啦。哎、欸，捣蛋鬼！你在干什么？捣蛋鬼！你刚才吃了一个杯子蛋糕，哎，你现在又要吃一个布丁。你要一个喂爸爸吃。你喂爸爸。你喂爸爸。哎呀，好棒！差了两个字，奖金就是差很大。赵有华的经典作品《体幻人偶立管红蓝》，把答案给奖。哇！谢谢妮妮，是哎。妮妮，你只吃下面的糖浆而已哦。爸爸吃好吧。你看这吗？哎，你看，从这边看，它那个布丁的上面是黑的。哦、对，所以倒扣的话，一定会就是组织留下来。对，爸爸要一个，爸爸吃一个吧。给妈妈。好。好哦。好，爸爸，再吃一个，一起吃。